欢迎大家来到阿卦人文预言占卜的时间。好，大家对极限研究所频道的支持、按赞及订阅哦，还是一样，观众朋友们，啾咪，谢谢你们的观看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那这一次啊，阿古老师想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占卜的事情是，是因为最近啊，很多时候啊，我就遇到那种占卜的小伙伴，他就来问题是说。哎，我现在有一个对象，他到底是不是我的一个好对象啊？到底是不是我的一个正缘啊？或者是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哦，像是他就说，我跟我的那个另外一半，就是已经交往好一阵子了，可是我总觉得就是他好像背叛了我。有些时候，这些背叛可能没来由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可能有被干扰，因为他找不到物理的缘由，也找不到原因，就纯粹只是怀疑另一半可能有出轨，或是怀疑另一半就是有其他的想法跟其他的对象，然后却找不到理由或证据，他就觉得他自己这样子想的。所以呢，我发现还蛮多人对于自己现在的对象或是正在约会的一个人哦，弄个小贼，然后会觉得说，哎，到底啊这个人啊。哦，到底是不是我要的？我说不上来耶。很多时候就是他做什么都没问题，但是就是感觉那么有点不对。那所以今天占卜的主题就会是说，我有没有爱错人，或者是我在一起的人有没有选错？那我可能会分成一个阶段，我会发现说，来你整个跟这个对象啊，跟你现在暧昧的人啊，或者是你喜欢的人啊。你们的状态如何，然后怎么认识的，然后会如何建议你。那我也会抽两张塔罗来看一下，来辅助这一组的雷诺曼说，你爱错这个人的话，你现在该怎么解决，你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好吗？那今天呢有三组的石头都是原矿，好，选择一号白色的石头，选择二号红色的石头，跟选择三号这个比较偏乳黄色的石头，还有三个石头，石头一、石头二、石头三，好吗？然后选择三组石头里面去看哪一组对应你的能量，就那个石头让你最有感觉，来选择你对应的这一个组，看一下、哦、你眼前的这个人啊，跟你现在约会的人，或者你们已经交往一段时间的这个人哦，你有没有爱错人？你有没有选错对象？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什么爱上错的人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对不对？来看一下你到底跟他有没有继续走下去的理由，要不要继续尝试哦。好，那准备好的话，希望这一次的主题大家会喜欢。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那有个人的疑问也欢迎跟我预约个人的一个占卜哦。那希望大家待会选组可以选到属于你心仪的牌。那这也是一个不现实的占卜哦，所以也许你可以等到真的觉得有疑惑找不到原因时再来问，或许有些人是真的是最近就有时候我们就做一些脑冲的行动的时候就会说，你是不是卡到啊，你丢搞哦啊，怎么突然想这么多，或许也有可能是干扰的原因，也欢迎来做一个检测跟检查，好吗？好，那准备好以后小伙伴们，我们开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占卜哦，选好你们的组别，我们待会占卜见。你好，那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一号矿石，这个偏白色的矿石哦。好，我们来看一下选择一号的人哦，有没有爱上错的人哦？然后呢，或者是有没有就是说眼前这个人不是对的人？那待会我也来用来看看他的那个身心灵状态对你的感觉是什么，好不好？来看一下，选第一组牌的朋友有没有爱上错的人呢？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有没有喜欢的人，就是你跟他答应丢人啊，或是说拄到歹人。来看一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雷诺曼牌会怎么来看哦。天哪，来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哦，
我现在看到的是啊，那个时候啊，好像是说你们现在第一组牌的朋友应该走在一个三人关系中，就是你现在应该喜欢的人啊，就是可能跟你有一些同事关系，或者是有一些的那个有一些的朋友关系，因为这边在讲的是说啊，最近呢，你可能有一个心仪的对象，或者是觉得说可以不错，或是来往的对象，我觉得可能还没有走到，还没有不一定现在走到在一起了，或者是还没有走到，就是说你们真的已经确定关系了。可是可能原本就是有点暧昧的，或者是说你们是从这样的方式来认识的哦。这边在讲的是说，你在工作的场合啊，然后并且就是说在一个机构里面，这个可能代表的是公司，代表的是你们是可能一起出入的场合，或者说你们过共同的社团，或者是你们可能会一起去一些课程的一些地方。那这个对象啊，就是是在这个你们有共同的目标，或者是说共同学习的方向的时候认识的。但是啊，他说比较多的时候，你们是有三个人哦，有三个人哦，你们形影不离，是三个人比较常在这个活动里面活跃啊，或者比较常你们三个人比较要好啊，或是你们三个人比较常约出去自己去吃饭碰面这样子。所以其实他在讲的说，你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三个人的关系。如果说你已经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跟你的另一半也有机会是说，你们很尝试。会有第三个朋友出现，或者是你们三个比较要好的状态哦。因为我这边看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人应该来自你的工作场合，或是说至少不一定是工作场合，它也代表的是说你们一定会有相同的兴趣，或是相同的目标、相同的标的，就是有共同在一起做的事情。就说这种就像是一起上课，或是一起学习，或是一起工作里面。然后，但是很明显我可以看到啊。你们如果是你们已经在一起的话，你们都一定有其他人，或者是说你们认识的时候呢，你们是三人成行的方式去认识这个对象的哦，而且是确定从工作场合这边发现的。然后啊，我这边还看到的事情是说，他在讲的是说啊，其实他倾向于你喜欢的这个对象哦，其实倾向于跟你的状态啊，比较像是当朋友或是家人呢。就是你现在心中的这个对象啊，他其实更想要跟你当朋友或是家人。因为我这边看到的，就是说他还蛮多的是可能愿意为了你好啊，愿意为你付出啊，或者是说其实他对你也是那种有很多感性的那一面啊，或者是说他也会对你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是这个人很容易让人家误会。这个让他误会，可能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是不知道原来这种事情叫做暧昧，他可能不懂什么叫做暧昧，然后就会导致就是我这边看到的是说他很容易让很多人误会他，就是说他在情感上面很容易让别人有机会觉得，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你是不是喜欢我，或是让别人有机会就觉得，喜欢他这个人啊，或者喜欢他这个人跟他这个人相处的这种感觉，他很容易制造这种事件呢，而且他还说啊，他从以前到现在就很常跟人家搞不清楚，哦，跟人家搞不清楚，然后导致别人可能对他有一些误会，或是对他有一些感觉的时候，他反而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哦。但是他是一个很贴心的人，至少啊，就是说他那种该有的礼貌啊，该有的邀约呀、啊，或者是说会想到你呀、啊，很多小贴心啊。但是我觉得这边他讲的都是说他更多的这些对你的好，或是更多的这一些对你的一个贴心，或者是小小的甜蜜，或者是一些小确幸，都是为了长期关系。就这种长期关系，不像情侣关系，比较像是说，姐妹啊，闺蜜啊，或者是说，很希望永远跟你当好朋友，或者希望你这个人永远都在她身边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哦，稍稍有一点像是有点恋母情节或恋姐情节，就是这个人哦，他比较像是说，他是依赖在你身边的，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他这样不就是喜欢我吗？可是我觉得他不是这样想的，他其实想的是说他对你的好啊，对你的邀约以及对你的付出哦，都是为了要让你可以留在他身边。所以我很明显的看到，他不是用，就是他喜欢你的方式不是一种
爱，或是说真的是情人之间的，他更多的是因为无法不依赖你，就觉得你让他很有安全感，你让他很有存在感，或者是你从事鼓励他，让他觉得自己在你身上可以得到很多的价值，或是可以在你上得到鼓励或是夸赞。所以我这边看到的其实都是啊，他对你的感觉比较像是说，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像闺蜜朋友，或者是说他是恋姐恋母才跟你就是有所互动的哦。如果你现在心中有对象的话，我觉得他对你都比较像是依赖，或者是说不能失去你。如果说你问说哦，他有没有觉得你很重要？他当然觉得你很重要，就是目前啊，他觉得你很重要，他是无法随便放弃你的。但是你说要跟你进展到下一步哦，我觉得他没有这个想法，就是他目前的想法就是直到就是他知道你很重要，不能失去你的这种感觉，还蛮明显的哦，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懂得表达情感的人啊，而且他还有一点点固执，就整天以为自己很厉害啊，或是整天觉得自己想的是对的啊，然后或者是觉得就是也许会有种啊，比如说如果说他让别人误会时，别人喜欢上他，他还会觉得说我又没有这个意思，你干嘛乱想啊，我又没有想这样做，那是你自己想太多吧。这种固执哦，我觉得一号组牌的朋友哦，就是如果你有在问这个人的话，你可能想一下啦，就是他这个人目前还没有对你走到一个真心喜欢或真心不喜欢，即便是说你们口头可能有承诺了，他可能也是内心还在迟疑他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状态哦。那联络半牌怎么建议一号组牌的朋友哦？其实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雷万牌的建议很特别哦。他说，如果你真的很有喜欢他的话，这个人哦，你现在问的这个人啊，他没办法做决定的，他就是做不出决定，不然他也不用跟你在那边暧昧那么久，或者是跟你在那边搞不清楚，或者是都已经在一起了，然后还那么模糊不清。他说，如果啦，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你已经确定这个人是要的话，雷诺曼牌甚至是建议你，干脆你来开创这一段关系，就是，无论如何，这个开创这一段循环的关系哦，这边看到钥匙跟戒指都在讲的是说，你可以开创这一段新的承诺，开创这一段新的关系，并且去保有属于你的领地。所以是什么？比如说，如果说选钥匙牌朋友真的也蛮喜欢这个人的话，然后你现在觉得就是说想跟他真的尝试的话，由你来说，反正我帮你做决定了，我就是蛮喜欢你的，你要不要跟我交往看看？或者是说，好，既然我觉得好像，我觉得我们两个更是当朋友，那我们就当朋友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就至少不离不弃，就是我是位置在你朋友的地方，因为这边很明显的要你捍卫出你捍卫出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或者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你要捍卫这一个地位，捍卫这一个我觉得是所谓的身份，捍卫这个身份，所以就是希望选择一号组牌朋友，由你来先发制人，你来开创这段关系，就是你可能刚才说好吧，我们现在当朋友吧，而是你说了算哦，我觉得我当朋友就好了。那你想怎么做？因为你反正你都没想好嘛，那你想好了再来说。我目前只想当朋友哦，或者说你想要进入下一阶段的话，由你来开创这段关系，我们要不要考虑在一起？就是我想要我们可以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一起，就这样吧，听我的哦，听我的，试试看吧。你也不用说要也不要，我们就先试看再说嘛，反正你都这么暧昧了，我们要不要好好考虑一下？所以会有一种宣示主权，或者是有一种要你开创这段关系。但是这边我也要一号组牌的朋友稍微的注意哦，无论他的那个感受或者是意识上面多么的表现出喜欢你或是对你有意思，其实物理层面他例如他没有回应你说要，或是没有回应你说好之时，你就可以放着了。什么意思？你只需要把你想讲的话说清楚，比如说我想在一起，我觉得我们蛮不错的，要不要试试看？哦，好，不要，那没关系。那比如说你觉得就是说，哦，你这样暧昧不明，我好讨厌这样的人哦。我先跟你说哦，就是我觉得我们真有点暧昧了，我只想跟你当朋友哦。由一号组牌的朋友你来下定这个身份和定义，而且你是很强势一个人，你应该是一个蛮强势啊，或蛮容易觉得就自己不喜欢模糊不清的人，所以你既然不舒服，由你来宣布这个主权，由你来建构这个关系，由你来为这个身份做一个新定义，你来做定义，这段关系就定了。就是，如果无论如何，我现在看的是这个人目前不会是适合你的人，未来会不会还不一定。
但是目前我来看，就是他的摇摆不定，或是他的一个不知道自己对别人这样做会让别人误会的状态，我觉得蛮让你心烦的啦。所以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要不你来确定这段关系，要不就是你可以就是你就讲完你现在讲的，然后放着哦，先放着就好了，这个人就不用再管了。他的课题自己去解决，你不要去试着解决他的课题，让他自己去过。他如果喜欢你的话，还要回头来追你；如果不喜欢你的话，还要接受你的提议。那如果他，比如说你就要在一起之后，他如果就觉得说不适合，好 ，OK， 那我们就再说。就是你来建构这个提议，所以心中你所想的这个人，建议你可以主动出击去确认你的身份，但这个身份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在一起哦，这边也有可能是说长期关系。例如，我们现在先回归同事，我们就先好好当朋友啊，我们就先好好的当那个同学就好了。哦，就建议你先去踏出这个身份的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一号组牌朋友的对象哦，你心中所想的这个对象对你的身心灵的状态如何哈？来，请问一号组牌的朋友问的对象对他的感觉是什么呢？来，一号组牌的朋友，他心中的对象对他的身体情感跟心智状态为何呢？好，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他心中的对象对他的生理啊，他心目中的对象对他的情感，他心目中的对象对他的一个理智上面认知。好，我来看一下一号组牌的对象身心灵如何哦。这个牌实在太特别了。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哦，就是虽然我这边都看不到情感，就是没有看到圣杯了，就对你的那个爱还没有出现。可是啊，这边居然出现了两张钱币跟一张世界牌，所以其实啊，我看一下，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啊，你的对象对你的物理状态哦，他觉得我们是一个长期培养的关系，也就是说，他物理上面对你就觉得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相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培养，我们很多事情是共同去组织、共同去完成的哦。所以简单来讲，他就觉得目前还没有到收获的时候，可是他还在继续养护中，所以会像是说，他物理状态对你会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好像还可以继续维持，还可以继续养护，还可以继续培养，就是他认为的是我们正在培养的阶段，虽然好像已经有一些起色了，可是迟迟还没有到收云的状态，所以物理状态他对你啊就是一个还在观察啦，还在培养啦，他觉得没有，我们只是，而且我们你看到里面呢、啊、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你跟这个人一定有一些经济啊，或者是说我们两个有一些共同投资啊、共同资产或是一同前进目标的一些工作，就是你们可能在事业沟通或者是说在共有的资源上面两个有共同培养目标，所以他认为啊，我对你应该就是一个我们先努力的把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一起做好就好了，然后我们关系可以持续培养。可是他现在看我的物理状态，他没有觉得你是他一个完全是心仪的人，他只觉得我们有关系啊，关系很密切，可是没有到就是觉得变成情人了。那来到了情感这边的话，我觉得情感关系哦，这个对象对你的感觉是一个他把你当作一个方向或是支持，就你在情感上面能给他很多的依赖，所以我才说他可能有恋母或恋姐的情节。他就说你在情感上面可以给他很多依赖啊，可以给他很多方向啊，可以跟他讲说，就是他是把你的他的情你他对你的情感就会像是说，他把你当成一个指标性，你说好的他就会说好，你说喜欢的他就会喜欢，你说不喜欢的他就觉得没那么适合。所以我觉得情感上他对你目前是一个把你当成一个指标，把你当成一个不是当成对象，他比较像是说你是他的一个标的一个标准，就是他没有，有些人就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标准当成自己追求的对象，他可能是一个理想值，他可能是一个未来的方向，或者是说如果我有，比如说我想找一个女朋友的话，我就要找这个类型的，我要找一个男朋友的话，我可能就会蛮喜欢这样的个性的，就他情感上对你就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指标性一个象征性的状态存在，而且里面也代表状态，他觉得你在情感上他认为是比较纯洁
高不可攀，可远观不可亵玩那一种，就是比较有距离的一个状态。情感上面，他认为你是他的指标性象征，比较有距离哦，所以呢，情感上面他其实稍微就觉得说你跟他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啦，在情感上对你。那来到理智上或认知上面了，认知上的话是一个钱币十，这个很确定的。好，学着钥匙牌的朋友，你的这个对象啊，对你的认知里面啊，既然也是钱币的话，就是他比较认为我们就像家人，就像同事，像伙伴，像灵魂家族的伙伴，就是他认为啦，他认为伙伴跟情人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他对你认知上目前还是仅次于就是这个样的关系，他没有想要去超越，而且他也不敢去超越，而且里面有着一种不自信，他觉得你比他成熟，你比他有能力，你比他有着想法或有着梦想，他认为哦，依附着你是他目前最好的阶段，所以在认知上，他认为你跟他的关系不容改变，你跟他的关系不容质疑，或者是觉得认知上只能说我们就现在像家人一样，我把你当家人，我把你当姐妹，我没有想把你当亲人，所以这个他对你的身心的状态，我个人哦，在看起来会觉得妖主牌的朋友，你的对象真的是。如果他这主要是让你误会，是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还没有完全认知他自己对你是什么感觉。可是这边走到世界牌，所以呢，情感可能是对象现在的课题之一。你这个对象哦，应该是最近会遇到很多情感课题，然后可能有人喜欢他告白，有人不喜欢他，他追的人不喜欢他，或者是说还要一直理清，就是说为什么身边的人最后都变成这样子，跟他暧昧不明的关系，没办法跟以前一样变单纯。这可能最近你的朋友。这个对象、哦、他正走到这一个情感课题哦，应该是蛮难解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一号组牌的朋友对于这段关系，天使会送上什么祝福给你好吗？哎，飞出来了，好了，就是你了。来，情感关系上面的祝福，噔噔。这边看起来啊，如果天使的祝福是一张教皇牌的逆位的话，来讲的是说。我觉得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啊，他认为这段关系目前走到教皇牌逆位，也就是说天使祝福你的事情是说，你不要去放下你的规则哦，也不要去试着让你觉得就是说，一定要遵守，一定要去符合他符合我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啊、或者是说一定要去听从内心的感觉，我要去跟他呼应。教皇牌的逆位其实他也在讲的是说，你要去尊重物理的行为，就是如果他也有回应你的话，你再去等待，你不要再做一个无谓的等待，就是他没有回应你的这份情，或没有回应这段关系时，你不要试着去等待，或者去跟自己讲说，可是他明明就表现得很喜欢我啊，那为什么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反而变成这样子？就不用了，就是你只需要针对物理上，你们的互动为何，你们的关系为何，你们的节奏到哪里，你就只要做到你该做，讲到你该讲的，你想讲的就好了。哦，就是物理状态是他没有再有过多的。回忆没有在过多的状态的话，他这边的天使是祝希望你说，那你就坚持于此，就是你的前进到此就好了。那要不要下去就看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没有回应的话，其实你就不用，你就是等着他回应。你没有给我下一个结果之前，我就等着那个结果，不要跳着过下一题，或者不要就直接觉得说，我觉得你就是喜欢我，我等你，然后不要这样子哦，就是你就把它放着就好了。你在这个状态才能厘清，不然选要走的朋友，你会乱在他的课题里面。然后结果可能就说，那你要不要承认你喜欢我哦？我来，然后啦，我来跟你试试看。我觉得这反而是帮他过，所以呢，把这题还给他吧。你不要让别人的事情来搞在你身上。而且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你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被别人乱在里面的人，所以这次怎么会被别人乱在里面呢？一定是你就是太多淌了别人的事情或淌了别人的浑水导致而成的、哦，好吗？好，那谢谢天使的祝福。那以上解牌送给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感谢你们的观看与支持。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再欢迎跟我预约个人占卜。那也希望你们看完影片有喜欢，帮我按赞、订阅或是留言让我知道好吗？那谢谢一号组牌朋友的观看，我们下次影片见。记得哦，这个人你要说错的人不算错的人，但是目前就是等待他的回应好吗？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谢谢一号组牌的朋友，拜拜。你好。
那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有没有爱上错的人呢？有没有爱上不回家的人呢？那你心目中的对象对你的看法又为何？来看一下，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心目中的对象对他的看法为何呢？那有没有爱到错的人呢？好，来看一下联络曼牌如何解答二号组牌朋友的疑惑哦。其实二号组牌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啊？还蛮多人其实在感情上面哦，就是找不到自己真的是喜欢的样子是什么，或者是他可能就追寻的就是以前的人跟我讲说，哎，情感是什么啊？什么叫做喜欢啊？然后他就去定义他了，会不会第二组牌朋友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哦，选择第二组牌朋友，联络曼牌怎么说？嗯。这边呢、哦，我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卡牌说啊，选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现在心目中这个对象啊，他是不是比你成熟蛮多的啊？因为我这边来看的过程是说，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心中这个对象啊，你会想问他，或是你欣赏他的原因啊，他说这边呢、啊，很多都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蛮大只的，这种蛮大只的可能不一定是说真的是壮，他可能 有些我觉得他很像熊一样，可能比较高大，或者是可能就是那种什么年纪比较大一点点，而且我觉得你喜欢的这个对象、哦、他富有蛮多的一个学识的，所以我觉得啊，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有一种你跟他相遇是应该是那种你是喜欢上他的那个智慧或是成熟，然后而且这边还看的是说你们应该是在那个分享彼此的过程中认识的，而且我觉得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你在他面前很像小朋友，所以你喜欢他的感觉，我这边看起来都会建构在说，你觉得就是说哦，这个人好像很厉害，这个人比我懂好多，这个人是我。哦、我认为就是可以给我很多安全感的一个人，而且你很，我觉得简单来讲，我觉得二号组牌的朋友，你很想要依赖在这个对象身上，这种依赖，我觉得有点像小朋友或是恋父哎、欸，这种恋父就会是，选择要二号组牌的朋友哦。不知道你们在家庭之中，你们的父亲地位有没有父亲这个位置啊？或者父亲这个身份上面有没有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些缺失或遗憾？因为他说你们的认识过程啊，以及你们会有机会让你来问他这个过程，全部都是因为你很多的欣赏来自于你想追逐他的这个形象，你想追逐他的这个模样，或者是你想很想被他保护跟呵护，可能这个人哦，他教了你很多，让你学会了很多。有些时候我这边看来，他可能是长官，可能是你的主管，啊，或者是说也有可能是老师，或是可能是你的那个在学习过程中教授你的，他不一定是那种学校的老师，可是也有可能是那种。他负责教你一个什么东西之后，你就开始对他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这边看到啊，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哦，就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哦，你对他的这种喜欢啊，和这个标准的上面啊，是不是都来自于他可以管束你跟约束你啊？就是他可能都会跟你讲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或者是会说什么，你可不可以把自己照顾好？你可不可以每次不要让我没事操心，就是他这一个为你操心或者是把你的事当成自己事的这种温暖，让你觉得自己喜欢上他，或让你觉得说这是一份爱。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现在的状态、啊、比较像是说依赖、哦、或者是想要被呵护，或者是希望对方可以教会自己更多，或者是因为来自对方啊、的智慧，或者是来的生长的经验比你多，所以你就变得很不能没有他，基本上我觉得有点仰赖他了。但是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点哦，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有一些人应该是
经济上面依赖这个对象。什么经济上面呢？可能是他是一个比较会照顾我的人，或者是说他是我的朋友，但是他很常帮我买东西，他会借我钱，或者是有一些，我觉得这不能叫包养，可是就是觉得对方是自愿付出的，提供你一些资源，让你觉得自己可以无忧无虑的成长，或者可以无忧无虑的在他的保护之下。你们的关系现在走的状态比较像这个样子哦。然后来看一下对方他看在你的状态里面，我觉得在这个两人关系里哦，待会我会再看一下他对你的身心灵状况，但是这边的题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受了蛮多的伤哎，因为我这边看到他，他有一些很难以跨越的题在他身上。如果这样看起来，有可能是年龄之间的差距，或者是身份之上的差距。我觉得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你跟你现在想问的这个对象是不是，比较像近，又不是说近期之恋啦，可能就是说你们在年龄上的差距是会容易被别人流言蜚语的，或者是你们两个认识的环境，例如你可能是，就像学生在补习班遇到老师啊，那可能开始喜欢上老师，也跟老师有点暧昧，这个关系可能没有这么符合大众价值，或者是你可能喜欢上这个人，有些人可能会不会是你是远亲，你不知道。我觉得这边有可能是二号组朋友你都记得不知道，会不会这个人是你的远亲哦？因为我这边看到有，就是他对于你们的关系是有禁忌感的，禁忌感啊，有可能是我刚刚讲的外在的价值去看待，或者是你可能是他的第三者，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哦。就是那个人会不会自己其实现在是有一段关系，或是有一段还没有解决的关系？因为这边他讲的都是说你跟他的关系，他的看待方式全部都是一个考验，然后呢，考验他打开心去接纳，考验他打开心去接纳，这个完全就是在，因为通常开阔跟心都在讲的是说，可以放开一切去接纳，或者是说可以面对一切挑战无所畏惧。可是我这边看起来全部都是。对于对你敞开心胸，或者是对你哦，让你走进他的世界里面是有点难的，就你们的距离是他认为绝对不行的，就是有些价值观上面无法胜任，或是无法符合，才会导致他对你会保持一段距离，或者对你一直有一种敬畏，一种那个忽若即若离的感觉。这边全部都是说他不能去打开这个心，而且啊，我觉得，选了二组牌朋友，你这个对象啊，可能他在原本的关系里面还没有理清楚，所以呢，他就会觉得自己不能对你不负责任，他需要在原本的关系中理清，或者是说他需要把原本的那段关系给解决，他需要狠下心来解决他前一段关系，他才有资格面对你，或者才有资格跟你继续走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满满的都是说他对你会保持蛮多距离的哦，对你会保持很多的界限，或者是跟你就是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走不进他的内心，或者觉得说怎么无论如何都觉得我们有一种距离，然后好像他从来没有对你敞开心胸。我觉得这个人还蛮多事情正在考验着他的，可能是前一段关系，可能是师生关系，可能是自己身份关系，或者是可能他有一些情感因素没有被解决，所以导致无法对你打开哦。所以我刚刚是这边看起来的话，就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就是我来看一下说你是不是适合等啦，好不好？会不会是说他根本就无力去解决？因为这一题我觉得既然到十字架了，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你这个对象应该是这个事情搞了他很久了，好几年了，迟迟没有解决，或者是可能只是跟那个人分居，或者是远距离。但是你要说他已经单身，或者说他可以拥有新的情感，我这边看起来他还不是时候。好，来看一下雷诺曼牌怎么建议你面对这段关系哦。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他是说你的确是爱上错的人了，或者是你的确遇到这个人不是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他只是要让你学会就是去判断。然后这边也说啊，选择
二号组牌的朋友，你可能觉得这段关系你付出了好一段时间的努力了啦，你也试着让他有机会去走进的世界，你也尝试就是说愿意等他，愿意等待，就是选了二号组牌的朋友，你可能觉得说自己花了这么多心思跟时间啊，是不是真的没有机会啊？是白白浪费？我等他等了这么久，我对他这么用心啊，比如说我从他开始分手失恋之后，我可能就是陪在他身边，那我花了这么多时间陪他，难道真的没有机会吗？其实啊，就是你就把努力放错地方啦。他就是坦白是说啊，不管你付出了多久，你就付出就付出了，可是你不能因为付出而去要求对方一定要给你一个答案，因为就是他也许从头到尾没有跟你讲说要你等他，从头到尾没有跟你讲说他会为了你做出一决定，或者从来没有跟你讲说他会为了你抛弃原本的生活，所以他就说无论你付出了多少，选择二号组牌的你可能要认知到自己这段时间的花费和付出的确是付诸流水了，哦，的确浪费时间了，或的确牺牲了自己很多了，哦，你要把这个情感好好切割，好好的割舍。这边可能不是要你说一定要马上跟对方有一个分离或切割，可是我觉得这边的讯息是说，选择二号组的朋友，你要去开始心疼自己了，把时间用在对的人身上吧，把这一份付出，而且这一份已经丢出去的这个心，没关系，我们把它捡回来，重新再开始。而且他还说，由你来做出这个道别，就是我们可能关系先告一段落吧，我们可能暂时先不要联系了吧，我们可能暂时解决这样的关系，我们可能暂时不要再有这个私人的关系在了吧，由你来丢出这个邀请，由你来做这个抉择，因为对他来讲，他都想要，他的确都想要，但是你要他面对以前的事情没办法，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对象有一点贪心，而且有一点自私。哦，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面对这个自私的人，你真的觉得自己要一再一昧的付出下去吗？还是是时候让自己稍微的醒过来了呢？好，他要你去做出这个决断哦，这个讯息需要由你来交付出来，这个人才能，这个人只能由你来断啦，所以对他来讲，他就是一个没鱼虾也好，或者是说，你就像他的极乐，就是那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感觉，好吗？所以就是二号组牌的朋友，可能真的爱到错的人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组牌的朋友，这个人啊，的对象对你的身心灵状态怎么感受哦？来，二号组牌的朋友，对象对他的身体，二号组牌的朋友，对象对他的情感，二号组牌的朋友，这个对象对他的理智上感受为何哦？来看到生理哦，情感，哇，这边连续出现了两张大牌耶！选二组牌朋友，你现在心中这个对象啊，他物理状态觉得你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这个钱。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啊，这边的讯息我传达给你，他说，他对你的感觉在物理状态，他觉得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连家人都不是，你跟我没有这么的紧密，你对我来讲没有这么重要。物理状态，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已经开始，他有一点距离啊，或者对他对你来讲，就是他其实很常就是神隐啊这种状态，因为他说啊，他就觉得我们没有关系。你不用再把我当家人了，你也不用试着再付出了，我没有要跟你继续发展下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二号组的朋友，你这个人会不会问的是前任啊，或是你会问的是以前或者是说已经分手的对象啊，或是以前认识很久的对象的感觉，因为物理状态他觉得我们两个现在目前什么关系都不是哦的感觉。那在情感上的话，是一个命运之轮的正位，情感上对你哦，他认为我们算是告一段落了。在情感上面，这个人对你来讲，他觉得他对你啊，就是哦，他对你的感觉的情感上面，他觉得就是说，我们告一段落了，目前是最好的处理状态，或者是目前的状态才是最适合我们两个的。目前的距离，或是目前情感关系，我们算是告了一个段落了。就他觉得他已经走到下一步了，情感上对你，他已经走到下一步了，就是
已经对你已经进入某一个阶段了哦。这边不知道发生了没有，但是他就说他对你就是已经有一个结论，有一个方向，或是知道说我们两个该走到哪里了，他已经有一个解决的状态了，所以情感上面对你来说，他认为他已经到下个地方去了啦，要你情感上面不要再去思考。然后认知上面的话，是一个女祭司的逆位，认知上面他因为都已经物理就走到这个钱币石的逆位哦，理智上跟认知上面的这个女祭司，她也是说你无法，她对你的感觉就是说，你已经无法让她觉得心里没有任何感受了，你不会让她特别有一些想法，就是她不会再去珍惜你了，也没有打算去对你有一些付出，而且更多的是说，她会觉得你们两个现在的关系里面。你们现在的关系里面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是你不在他的心里面了，或者是你没有再让他有所欣赏，他对你没有感觉了。以上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感觉了，我对你没有感受了。这是妓女祭司的上面，所以呢，如果说你们现在好不好有关系的话，我觉得他就不是一个感受上面的关系，他就是说啊，我们两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物理接触，就是我们会碰到面，会讲到话，就会打到字就好了。就是你要说你让我很喜欢，让我很爱恋，让我很想念，或者是说让我就是很想要去拥抱你，或者是很想念你，我这边就说没有了。理智上面，这个是对你的身心灵状态。好，那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天使对于你们这段关系上面会给予你什么样的祝福，好吗？来，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天使会对于这段关系送上什么样的祝福呢？天使对于二号组牌的朋友，要还送到什么样的祝福呢？这边天使送上祝福是一个月亮牌的正位。天使的祝福，其实他说的是，其实你内心也直觉这段关系不是你要的啦。你如果说等的话，你等的也够久了。然后他是想的是说，你要不要听一下你内心的声音啊？你要不要去思考一下，你是不是早就已经厌倦了这段关系，或者是你对这个人的期待已经早有预期啦？请你去认识到这个内心的声音，请你去倾听他，了解他。天使这边祝福你，希望你是时候该醒了，是时候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是时候形成自己了，是时候不要让自己受伤下去了，好吗？无论如何，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你的付出也付出过，你如果喜欢也真的喜欢过，那你牺牲也牺牲过了，但接下来的日子你还要让自己继续这样走下去吗？天使这边是说，你的内心会开始给你指引，只要你做出决定你不要这段关系了，他会给你方向，带你去下一个地方，好不好？试着跟内心对话，他会给你下一个方向哦。你又知道说我到底应该要去接下来要怎么做，要怎么去执行，或者是有种我鼓不起勇气跟他道别啊，我依赖他太多年了。你只要说我不要了，天使就会给你路，就说那你可以怎么做？你会出现贵人，出现对的人，或出现指引，或出现新的讯息跟你讲，你可以怎么做，好不好？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解牌到这边，那就是还是谁跟二号组牌的朋友讲哦，这段关系可能卡牌上面建议，真的不是你现在应该去。继续去相处的一段关系，你付出已经过多了，好吗？那以上解牌送给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如果喜欢今天的占卜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跟订阅。那如果想了解更多，欢迎跟我预约个人的占卜。那也很高兴二号组牌的朋友愿意倾听灵魂的声音来到今天这个占卜里面，好吗？那谢谢你们的观看喽，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李贺，那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选的是三号矿石，选择三号矿石啊。来看一下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现在选你所想的对象是不是对的人呢？你有没有爱上错的人呢？那如果爱上错的人的话，你现在应该做点什么呢？那我待会会依照李诺曼会解析一下你们现在的关系、对方的想法，以及对方对你的身心灵，还有送上一张天使，如何祝福你跟他的关系发展吗？好吗？选择三号组牌的朋友。我们经历了前两组的一个爱恨情仇，我们来看一下等到你，那你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继续看下去。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这边看到，你现在想问的这个对象啊，应该你是在交友软体，或者是说，可能在夜店啊，或者是说在公众场合认识的吧？因为这种场合看起来就是可能是社群软体哦，或者是 Instagram 啊，或者是脸书啊，或者是说。脸书朋友圈就这一类型的，主要是网络交友的状态让你们认识，因为这里面还有着一种收割的感觉，就是怎么讲哦，就是有一点狩猎感。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可能你现在想问的这个人，应该是你最近有一点寂寞难耐啊，或是有点孤独感爆炸的时候，然后你就去脸书跟人家聊天撩来的啊，或者说跟交友上面的人来聊天见面碰面来的啊。那这边也有一种就是说，为什么我这边讲狩猎啊？这种狩猎就很像说去认识野生的人啊，或者是认识自己交友圈以外的人啊，或者是有一种就是说，稍微的就是说这个人不是我认识的朋友，或是不是亲友介绍的，可以我跟他不用可以坦荡啊，不用可以表现自己啊，比较不用负太多责任的这种感觉。而且啊，我觉得选择三号组牌的朋友，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跟这个对象发生过关系的呢？因为这边也看得出来，就是说你问的这个人应该已经跟你有一些暧昧关系。这种暧昧关系不一定就一定到上床，或者是说一定到就是一夜情，可是我这边觉得就是说你们应该已经有开始就是比较多一个亲密啊，或者是说一个固定回报行程啊，或者是说固定要约吃饭啊，或者是可能固定会拍照给对方的一些状态在哦。那我这边看起来的话，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算是你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面对情感里面，你应该是说对这个人可能比较有把握啦，或者说对就是你可能今天这一题你是也没有什么特别想问的对象啊，不如就来问这个有跟我聊天的人好了，或者是说这个有跟我互动的人，我来问问看好了。那另外一种的话，就像是说你可能正准备跟他开始碰面，或者准备跟他进入下一个阶段，然后所以你来看这个占卜的时候，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答案哦。我觉得这个答案比较像是这样的状态。那我看一下对方目前看待你哦的心态是如何哦。如果看到看待你的心态的话，这边可以看到的事情是说，就是简单来讲，我觉得第一件事情，这个人可能有很多事情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你根本就没有真的去了解过，因为我这边看到他，对你的初阶状态是一种。有很多面具的，很多假象，很多你看不清楚事实的真相的，或者是说他可能有谎报自己的某一些工作啊，工作内容啊，或者是说他生活状态的单纯度啊，这些里面是有一些谎报的。但是我觉得、哦、就是在后期里面，他是慢慢的对你有一种。是会慢慢的对你有一种想要更深入了解，想要两个人可以有更多的交集，或者想要就是守护两个人的交流，就是可能开始会有一种你要讲说不能没有你吗？应该说挺开始渗入他的生活，让他变成你是他的一种习惯的状态，就是可是里面这个狐狸还是不可或缺，就是所以就是他是用着假象的方式去让你喜欢他。然后呢，这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一开始还是这样子做，可是后面呢也慢慢的就是说他也觉得自己可能有一个状态就陷进去这个关系了，或是也开始有一种这个交流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他可能就会忘记自己之前有说过的一些事情是不符合事实的。他甚至觉得就是说哦，你是真心喜欢他，你是真心想跟他交流的。但是这边我更明显的看到，就是他最开始建立的关系里面有着面具跟有着谎言，是他没有老实告诉你，或是没有去真实的呈现给你的模样。就即便他后面是真心，或是开始习惯你了，我觉得他应该会有一题，还是说对于你来讲，对你啦，他觉得他是很没有自信的，因为他没有把实话跟你讲，或者是说。他没有你想的这么的好哦，而且我这边还看到，就是说，我不知道后面会怎么发展，但是如果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对象啊，他更想跟你建立的关系，真的就只有，比较像是，我们应该讲的是说骑驴找马，
或者是说只是想着就是说暂时有个人陪我也好哦，或者是我现在刚好走在一个创伤的阶段，至少让一个至少让我来分散一下注意力，让我现在先不用面对我想过的一个事情，或是我现在很迟疑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哦。我觉得这个对象啊，目前哦，他的状态走在这个状态上，你要说有没有想守护跟你这段关系的话，应该是说他认为美好的情感有一个幻想在，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无法成为这一个幻想里面的人物之一，所以他就用着假象或者是用着谎言去编织这个幻想。然后但是呢，你可能对他是很真诚的，这件事情有让他觉得心动，或是有让他觉得就是说有渗入他的生活，但是我觉得这个没自信是他始终会对你有个状态。所以啊，你要讲的是说这个人目前就是想把你当做那个暂时的对象啦，暂时的另一半哦，或者是你现在是一个替代品，就是备胎，简单来讲这是一个状态。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三组牌的朋友，雷诺曼牌会如何建议你们去面对这样的一段关系哦。这边呢，他是说选择三号组牌的朋友哦，你这边呢、啊、选择三号组牌的朋友，我们看到就是联络曼牌如何给你建议的地方啊，这边有说啊，你太多的时候都会太多的美好幻想，然后这些美好幻想时你会自己去编织美梦，或是编织那个整个情节哦，你们其实是很浪漫的啊，你们的交流很可爱啊，你们 每天会互动啊，或者是说你就会觉得说哦，对方一定什么都很美好啊，对方不理你一定有他的理由啊，对方没有讲出来一定有他的状态。他这边讲的全部都是选了三号组牌的朋友，你是一个会把自己脑补这些剧情啊，或者是说会把一些现实给美好化，或是这边显得有点自欺欺人的感觉，所以会他要我跟你说的事情是说，你可能会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了，而没有去注意这一些细节。其实你们的关系之间很多漏洞，跟你这个人之间，他建议说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比如说他可能不常回应你啊，或者是很常讯息已读啊，或者是隔了很久才回复你啊，这个都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去跟你老实讲的状态。你就会感觉到你们两个之间有很多的一些隐瞒跟欺骗。他说请你去观察这一些细节，也许你现在看到的是觉得很美好，或者是一切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一个理由，或者是他可能会跟你讲一些借口，你也都觉得好像还可信，好像都还可以，或者是说好像这个状态是合理的一个状态。但是他这边讲说你注意看你们两个互动的细节，一定有瑕疵是你没有去看到的，就是他意思是说你不要去脑补或者这个关系有多么美好或理想啦，其实你去看待你们的细节，你会发现很多漏洞在你们两个关系上，或者是其实还有很多欺骗和隐瞒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就是这边是劝三号组牌的朋友，如果你现在觉得说我好像无聊跟他玩玩没关系，那没关系，这个人也是抱着跟你玩玩的心态哦。但是呢，你要说我如果真的想跟他真心在一起或是跟他交流的话，他这边很明显 的跟你讲，就是说你们两个的关系是有很多瑕疵的，很多观念不合的，很多很多你的想法跟他想法不一样，或是很多做法是不同的，你不可能一直欺瞒自己不去发现，你一直都知道，所以你不可能，你是不能逃掉的、哦、你是知道这些关系里面一定有瑕疵的，而且可能也有身边的人跟你讲说哎，他这个状态真的 OK 吗？他有把你当另一半吗？他有真的喜欢你吗？他有想跟你交流吗？可能就会有这一些讯息在里面哦。好，看一下你现在三组牌的朋友，你想问的这个对象对你的身心灵的状态看法哦。来，请塔罗牌来解答一下，选择三号组牌的朋友，他的对象对他的身心灵的看法。好，那个选择三号组牌的朋友，他的对象对他的生理。选三号组牌的朋友，他的对象对他的情感。选择三号组牌的人，他的对象对他的理智以及认知的感觉为何、哦、来看一下。好哦，天哪，
我是觉得三号主牌朋友这一题他对你的看法有什么看法，我真的没什么好问的呢，因为这边特别物理上面对你的话是个死神牌的逆位，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没有，就是他对你的感觉的话，他是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对象，或者是这个甚至是说他没有打算跟你建构任何关系，因为就即便是重新开始也好，就如果他正位牌来讲，他重新开始，或者说你可能是他重新认知，或者是他面对这个世界的新模样，可是这个逆位，我觉得完全的是说他没有打算踏出他的舒适圈，对你的状态，也就是说他对你的状态是一个他没有想要改变任何东西哦，然后也没有打算跟你进入任何关系，也没有打算进行过任何状态，所以物理状态对你的话，他的想法是一个。我就是这样子哦，我没有要动，你也不要想说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对你的感觉就是这样子。那情感上的话是一个，情感上的话，简单讲，这个女祭司你会就是没感觉，情感上对你没感觉。然后这三张都是大牌哦，简单来讲就是前面两张牌讲的都会是这一个人哦，选三组牌朋友，你心里问的那个对象哦。对你的那个物理跟情感上面都是一个属于没有交流、没有关系、没有感觉，就是你可能只是在状态上面觉得，哦，他可能对我有意思，或者是你可能想说他是不是对我有好感，就是哎也有聊天啊，也会互动啊，怎么可能没有？但是这边看到牌面的那个身心的状态，的确是没有对三号组牌的朋友你有太多的想法，或是太多的一个处置阶段了，而且我这边还看到一个状态是，选择三号组牌的朋友，你有没有去求过桃花，或者是有去拜过什么的东西，然后来求那个缘分或姻缘，或者是说你有去小庙，然后去拜托人家给你桃花姻缘？因为我觉得三号组牌朋友，你这个对象对你的状态有一点像是说，就是他跟你互动的状态有一点像是。就他没有想法，他一切都是放空的，就是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跟你聊天的一个感觉，所以简单来讲，我会觉得你这个对象可能他在自己的一个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自己掌握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在处理事情的状态，我觉得他连自己都处理不好了，就是他根本没有闲暇之余去谈感情，或者对你有任何看法，他忙自己事又忙不完了，而且这三张牌全部都是大课题，包括理智跟认知来看，这边的一张牌哦，是我的卡牌的一个特殊牌，他在讲的是撰写者、编织者，所以理智上对你来讲，你就很像他的网友，虚拟朋友，或者是说线上好友，或者是简单来讲，他会想试着写一些剧本，去符合你的想法，或是符合你的一个择友条件，或者是他会觉得就是说，哎，这个我有哪一些技能是很多人会喜欢的，就是都是捏造的，很像虚拟好友的感觉的，他的认知上面。所以啊，我觉得选择天主牌的朋友，你心中这个对象啊，目前如果是三张牌的话，我觉得他自己的人生现在过得会稍微的，不能说一塌糊涂，可是他自己的人现在可能是很多事情是让他，瑕不掩瑜的去忙碌的，或者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多的时间来享受自己的感情，或者是享受自己的情感生活，或者想到另外一个人走进他的世界的。哦，所以他对你的状态是这样，这可能不只是针对你，因为现在三个大牌的话，应该主要是说他自己在面对其他人，或者是说他面对一个异性，面对一个网友，他是没有太多一个想法的。哦，这边的话就是卡牌给三号组牌的身心灵的这个判断了，所以选三号组牌朋友，如果你问的是网友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可能现在这边打算谈感情的，或者是他可能没有你认知的这么的靠近你，或是这么的，这么的真实，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天使会送给三号组牌的朋友这段关系上面的祝福为何。哦，这边是一个皇后牌的正位哦，
这边天使要祝福给三号主牌的朋友哦。其实是皇后牌这边是要三号主牌的朋友去思考啦。你现在的状态真的是感情是重点吗？我觉得可能是你的生活啊，或是家庭，可能有其他的课题或其他的事情，你其实应该花更多时间去关注他们呢。包括就是因为皇后牌也有一种，你应该要先把关注放在自己身上，你应该先把爱无私的给自己，或是你应该先让自己相信这个世界有爱，或是相信这个相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在讲的是说，你现在问的感情这一题，根本不是你现在真正应该面对的。你连认清一个什么叫关系，什么叫暧昧，什么叫感情，什么叫约会，什么叫恋爱，什么叫交往，你可能连认知上面都没有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那既然叫天使的话，他希望祝福你的事情是，你先把你的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吧，先把你那些你那些那个生活上你应该要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的事情先去处理好。他说啊，你现在的能量哦，天使一直陪着你在厘清你自己，陪着你去找回自己的爱，陪着你去找回如何对自己好的一个方向，但是你反而不去倾听这个状态，都一直去往外寻求他人的肯定啊，他人的价值，或者他人对你的一个看法，这反而有点本末倒置。所以天使是希望你，他是祝福，就是说你最近的能量都走在自己如何找回自己的一个方向哦，以及找回自己爱自己的方法哦，以及就是说你之前想解决的一个关于爱的课题，你正走在解决的路上，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先把时间放在这边呢？还有你说你是更有能力爱自己的，先爱回自己才能爱其他人，好吗？好，那以上解牌送给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以上解牌送给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如果喜欢今天的占卜的话，欢迎按赞跟订阅我们频道。那如果想了解更多，欢迎跟我预约个人占卜。那谢谢三号主牌的观看。